我现在70岁，这个模特呢是退休以后。2019年4月初的时候，参加了中国北京国际时装周，然后又参加了天津时装周，后来还参加了一些，就是设计师的，个人的那种。现在这个看了我的视频，很多人就说：“哎呀，老了也能这么精致的生活，我也不怕老了。”起码这个方面，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榜样。